挺好。他一走路啊，脚腕都歪。对，他一走路脚腕都歪啊，不是说蹄子栽，脚腕都栽下去了啊。有人问了，栽蹄是怎么形成的？啊，栽蹄是怎么形成的？他这你等那跑是吧？一次生了病以后，就筋抽了。筋缩了呗，就是。他就是经常不用的话，筋骨萎缩，然后他就成这样了啊。先把七天的三个脚修好，再修这个栽蹄儿。栽蹄儿这么修，这你不太干硬，很坏掉。对，不能落。嗯，嘎巴拉鸡呢是吧？哎呦，这，哎呀，好白呀，好心痛啊，味道好浓啊，好辣眼啊，走，落下，放下啊。他这个蹄腕这搂着肉呢，这会他一个，这是我这会了。一会儿喷雷爪，活动筋骨，知道吧？他这个硬骨的。哎，停了，放平了啊！带劲呗，感觉看了一点毛病没有。看看。好嘞，哎呀，站住，完了，滚走。咦，裹着呢，咦，咦，站住，嗨，咦。鱼，哎呦，鱼，不动。咱们去个家园了啊，有这个脚底。看来牛鼻子顶神啊。哎，好，走吧，哎，对。哎，看看脚底，朋友们啊，看看脚底平了吧？看看啊。这个就是废了。脚底平了吧？看看。就是那个酱的啊，看看酱开了啊，缓过劲儿来了。看这个酱，七八寸得多。这个后蹄子看一看。师傅不废话，看看啊。刚练好了。胆小了，害怕了。害怕了，还没。害怕了也得拧上鼻子。就害怕了。胆小，这头驴其实是胆小。哎呦，我这么硬啊！硬。哎呦。不低里头，你看都掉妆了，是臭味出来了啊。他不是，哎呦，师傅摘牙的，摘牙也不摘牙，哎，掉了，对，后边，你看这个起来跟坠子一样。第三个。第四个，快，跑着了，哎呦。
这小黄车没上去。上老王，老王不放了，这叫老王。好说的。掉了，哦，第一只腿。看我来这点的声音，哎呀，是在枕头里，怪不得在枕头。你看，脚底不平。不行，站住，站住。脚底子太厚，扎不稳。对，一跑就摔掉。味儿出来了啊！我在那捏我。虾坏是吧？嗯。虾，颜色都变了，你看是吧？嗯。单方胶疗越坏了。好嘞，漂亮。好了一只，好了一只。站住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站立！站立！好嘞！站立！站立！站立！好嘞！站立！站立！麻烦点就站住啊！不站，那就一吨那玩意儿。料的，料啊，是那的料的。站立，站立，好嘞。好危险啊！站立。要不要放手？我不带后腿。嗯。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。站立。鱼。手后将来就是左手的劲儿跟右手的劲儿还到呢。你光找着梯子。嗯。站立。师傅把夹耳朵的去掉啊，拧鼻子的最后放，鼻子看到没有？鼻子最后去啊。对，好了，走吧。啊去！这么多，正在这桌子俩都留不住了，遮不住。